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向。这个羊排的话买了700块钱啊，本来打算拿去炖炒要补身体的，然后今天要出海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准备锅料，想想还是算了吧，直接拿来打窝吧，说不定这个700块钱的话拿去打窝的话可以抓到更多的鱼。这次看一看这次的选择会不会正确哈。那我们过大概半个月之后再过来抽吧，等这个羊肉的味道充分的发酵出来，我们再过来。阿哥今天很幸福啊，女朋友陪他一起出海啊，不像我们这些单身狗一个人。阿哥今天有美人作伴啊，非常幸福啊，我们这些单身汉只有看的份。小心一点啊。我们现在来抽一下15天前投过羊排的这个水分啊。今天我这个脚昨天体重就扭伤了，然后叫阿哥过来帮忙拽一拽一下啊。那我们开抽吧。现在的话这个水分很大啊，还要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抽干。我们坐在这上面吹吹海风，看看海景嘛。那这边都是一些海岛啊，都是我们抽水根的西洋岛、无印岛啊、小西洋岛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叫做金界岛啊，我们船家停在那边。我现在慢慢的等吧。哦，那只八爪鱼爬累了，爬不动了。哇，来了！你是什么东东？我啊，我好来一句。他是喝了酒喝醉了一样。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鱼哦。哇，你看这游到这上面来了。哇，这条一米两米长的那个大青鳗，给他抓住。这么大，你能快帮忙啊，你抓头。好的，抓头。哎呦啊，神龙摆尾啊，真的是神龙摆尾。哎，神龙摆尾。哎，这条鳗鱼干至少有7斤啊，特别重。哇，你看这个牙齿这么锋利。哇，这一条鳗鱼可以卖个大概350块钱啊，这么大的鳗鱼我还没从来没抓过呢。这个鳗鱼拿去炖汤炖酒特别好，美味。哇，阿哥赶紧好多鱼啊，来了，开抓。这里摸过去看一下，我脚受伤了，不能下水了。哇，八爪宝鱼，保罗。啊，你看它这个触角一直在吸。它是有练过吸金大法的，你不要小看它。进去了你。哇，你看这里。哇，我抓不住它，我靠。用点力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可能没吃饭，可能。哇。战斗机呀、啊，进去吧你。哇，这里再摸一下。哇，又来战斗机。哇，这么大。哇，进去吧你。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，来喝一瓶水。好的，天气太热了，我。阿哥跟他女朋友去看风景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边。哎，继续我的抓鱼吧。哇，来了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，红红的脚。哎呀，又是一个红色蜘蛛啊。底下，哎呦，这搁浅很久了，动都不会动了。哎，还会动。这个是花鳗哈，这个1斤150，大补的。这里还有，鳗鱼在这边繁殖啊，正好两条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1斤多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哎呦，咬进去了。刚咬我，
咬我，敢咬我，敢咬我！这鳗鱼很凶啊！当时这个带头大哥带过来，大鳗鱼带了好几条小鳗鱼。哇，来，在这里，拔出来，拔好，拔好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哎呀，拔出来，跑进去。哇，这个吸力太强了！哇，差点虚脱掉！哇，太力气太大了！啊，哇，哇，哇！这个龙胆鱼吃药了吧，这么活泼，这个背上的刺啊立起来，说明他现在处于攻击愤怒状态啊，被我抓了他很不爽，所以他很生气。这里还有一只，哦，这是小土贵，三四两，这一斤100多。哇，你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鳗鱼。我这边还有一只。哇，这条底下有一条鱼，很漂亮。什么鱼啊？从来没见过。好漂亮的鱼啊！这上泡泡的。哇，应该也是石斑鱼吧？不过这种石斑从来没见过了。现在一个一个圆圈啊，好漂亮啊！这里，往底下，哎，跑那边去了。我在后面过了，被我赶一下跑出来了。这条八爪鱼，刚才一直躲在这石头缝底下不出来，还有一斤多。你看底下有没有？哎呀，这里是什么鳗鱼啊？快点，我今天没带水漏，不敢抓。来了，哇，很大。哇，他在吃螃蟹啊！看往哪里跑，往哪里跑？很大的哈，很肥呀，肥嘟嘟的。我们就叫它肥鳗吧。后来，老三，这是老板，你再搜一搜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就回去吧。这边还有一只八爪，跑出来了。哇，你看好多吸盘啊！嘿嘿嘿嘿，跑，看你往哪里跑！八子，哎，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一斤多了，八爪。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哈，你看，八爪鱼、红捕鱼、鳗鱼、花鳗、石斑鱼。这条花鳗很肥呀，一斤多。还有这个从来没见过的石斑鱼，啊，今天收获还不错啊。今天是被粉丝1800包坑了哈。最近鱼活的比较多，最近因为我们打窝的话都是花了好几上千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包坑的价格也上涨了哈。那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哈，喜欢阿象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